你们的默契哈，大哥要帮你们拍几张美丽的各种姿态的团体合照，来好好摆一下 pose 哦，让大家看到，再后退一点哈，谢谢。好，让大家看到我们这个一年多的努力真的没有白费。我想大家都知道现在女团竞争很激烈，海内外很多，所以我们台湾到底要拿出什么来看一下中间端出什么菜，最重要就是投资了，然后呢还要自己的努力哈，当然他们的天生丽质也是没话说的。好，请各位大哥多多帮忙，给我们大一点的版面，多几张照片。左边，左边，来四位视线一致啊，看左边。好，谢谢。好，中间，对，谢谢。哎，真的很奇怪，是哪里的云啊？就对啊，这突然好凉哦。突然我们台上没有太阳，就可以继续一直聊哎。来右边。pose 多一点，好不好？换 pose 哦，年轻女团要有活力。记者大哥在讲啊，大姐在讲啊，换 pose 啊。好，如果现场路过的朋友啊，决定说，哎呀，我们就来捧场一下，见面三分情嘛哈。我们现场有卖 CD 哦，哎，卖 CD 的摊位在哪儿？在，好，在那边。左边，左边，在那边。好，请大家有机会捧场。好，中间再看一下。待会呢，买 CD 的朋友可以得到赠品，而且还可以上台签名哈，做个纪念啊。今天如果刚好路过微秀的朋友，过去你可能在很多的广告平台都看过 IVI， 现在他们活生生的本人在你们眼前，真的是很漂亮，很有实力哈。来，加油，继续撑着。好的，中间再补拍几张。啊，手势啊，手势啊，还有什么动作 ？IVI 手势有吗 ？IVI 有手势吗？有吗？哈，好 ，OK， 加油！哎呀，他们四个人感情很好。对。哎，有的团是假面的。他们是真的非常真的感情很好哦，就海内外很多团啊都是假面，后来很快就解散。比如。左边。我不会用麦克风说的。右边。想害我？好，有哪一边这一大哥想要补拍一下？可以吗？在中间，好，黑色衣服的大哥看一下啊，赶快放电，放电啊！好，谢谢，感谢，感谢，好，优秀。谢谢。那我们当然也要跟很多观众朋友解释一下，因为这个团当时出来的时候，很多人很好奇哈，哎 ，IVI 是下面一数，然后远远的看，这又好像是一个字母这样子，来，谁来帮忙解释一下这个团名？那我们 IVI 的话呢，三个大写合起来会很像一个马吉的 M。对，因为这是来自马吉大哥的，对，我们常称马吉精神。然后呢，它拆开来看有罗马数字的四，还有一的意思，代表我们四个朝同一个目标前进。漂亮，漂亮。对，然后这个是我们琪琪想出来的。哦，好棒，这么聪明。对啊，所以 IVI 有很多的含义哈。那翻译中文就变爱为爱了。希望你们好好表现，尤其很多的前辈呢都给予他们支援，譬如说金曲歌王李玖哲。为你们写了一首歌，对，但有点听说是被你们偷走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不是量身定做的吗？不是他量身定做，好像是被偷走的。什么意思？是被偷来的？我来自白一下，就是我们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《卧底》，它是一首抒情的慢歌。然后大家一听，有没有会觉得很李玖哲老师的感觉呢？这首歌是他做的，没错。但是呢，跟你们讲个小秘密，这首歌原本是他要写在自己歌里专辑里面。真的啊，他自己的专辑要唱歌。对，然后呢，是被我们经纪人姐姐抢过来给我们唱。真的假的？哇！你知道公司对他们有多好吗？真的哎，就什么资源都给他，然后包括呢，他们接下来还要去美国受训，还要去韩国不够，还要去美国。美国，天哪！哎，那我们签唱会也可以办在美国嘛？你干嘛要？带我走。好吧，大家就下次有机会庆功的时候，我们办在美国，好不好？你们又不能去，但只有媒体能去而已。我来黄一个，但最重要的事情是公司，你刚刚讲的对，真的好疼他们，真的就把李玖哲的歌偷过来给他们了。对，难怪。还有一个舞蹈教室，还有舞蹈教室啊，什么意思？就外面租的。不是，麦吉大哥帮我们在公司里面弄了一个舞蹈教室。信义区啊，各位朋友。对。在信义区弄一个舞蹈教室。对，然后我们就已经，就是我们四个人已经在负债赔钱。啊，天哪！可是公司真的对我们很好，就是一直给我们好的资源。是，不过这就是我们刚刚讲投资啊。我们今天不是说这大家一定要来捧场，那其实我们先拿出诚意来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从服装造型、歌曲创作者、舞蹈教室，甚至到各地地方去找老师来受训，这就是 IVI 的精神，也是公司对你们的看重。加油加油哈！啊，李玖哲就衰啦，他的专辑都出不了。没有，快了，真的，歌都被你们偷走。没
我也活该了，因为他就是李玖哲嘛，等得很久又很多波折嘛，真的，所以他专辑要等很久。各位，我们现在听听这首歌，就是刚刚有讲那个韩剧主题曲，就是这个李玖哲帮你们被偷走的，被偷走的，对，不是定做的，从李玖哲那里偷来的歌曲叫做《我